好，昨天晚间在天母棒球场有一场公益棒球赛，由明星队对上的 TV News 一起来为星星而募款。那么台北市长郝龙斌还抱着背号是40号的艺人小小兵一起主持开球。猩红不浪，耶 ，Go！ 掌声鼓励。推动为猩猩而募款的大棒球，台北市长郝龙斌抱着小小兵也要来开球。可别小看这5岁的小小兵，没正式打过棒球，不过却架势十足。那你知道你的号码是几号吗？04啊。04。那你喜欢这个号码吗？因为是王建民的号码。哦，所以你喜欢看王建民比赛？嗯。把王建民当偶像，怎么背号不小心记错了？哎呀，都说是为了公益打棒球，大家就不要太计较。不过场边的观众要拿签名球，可就要认真了，因为就连郝市长也秀出了真功夫，球真的丢得又高又远。这个我还没有全力思维吧。为猩猩而来募款，甚至为他们来加油，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，所以当然我如果有空，我一定全力来支持来配合。所以会不会寄养也想要下去打一下啊？我很想，可是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玩。实在是因为五都选举打得正激烈，主帅可要认真努力，想打棒球连任之后有的是机会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